OK， 学姐指导完之后没有录到学姐哈，镜头带一下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那由我们师伙伴跟助伙伴两个帮忙称一公斤的。OK， 放心了、哦，那个如果有出状况，我一定不会放 YouTube， 要放 YouTube 一定是很顺利的、哦、对不起。好，这样就准备量一公斤，哎，过多过少一点点都没关系。好，哎，那那个是麻烦拿起来，然后用洗碗巾稍微洗一下，因为这是全新的。到洗碗巾旁边的洗碗巾是我们一般正常等级的。没，等一下趁机帮忙，对，趁机帮忙。洗碗巾旁边有的都是正常的，哎。好，继续咯。好，那个上次杨学姐交代说，先把水绕圈圈，它下去的时候才会跟着圈圈绕。对，然后慢慢倒。嗯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老头一直在跟他们学煮真奶的技术。好，小心泼溅出来哈。OK。全下了，全下了，不怕不怕，哎，因为他要搅，其实他要再搅动没关系。好，然后上次学姐是，对不起，他是把那个夹在这边，然后盖起来，等我。好像要再等它滚再盖，哎，说先滚了之后，你问学姐，计15分钟。哎，学姐是要先盖还是要先？先滚吗？先滚先盖。全盖还是半盖？夹子好，半盖。好，计时15分钟。过了之后再15分钟，对，大概3分钟过来看。三分钟看一次。好。好，那再通知我再来录影啊。好，谢谢。